浩鼎生技抗乳癌新药解盲讯息公布前一周，浩鼎股票借券余额冲高超过7000张，被质疑有内线交易。台北市调查处近日不排除约谈中研院院长翁启惠，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召委陈学圣邀翁启惠下周四到立法院业务报告。立法院长苏嘉全则说，翁启惠回国之后应该将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过程如果涉及违法，当然依法办理。